你好好去做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厉害，便是你存在的意义。 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抓住他，他是暗巫啊！不要让他再四处为害。我早就知道你躲在这宫里，现在终于肯现身了。你快去叫御林军。是。 师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也没有想过能再见到你。你处心积虑潜藏宫中多年，你当真觉得能瞒过所有人吗？如今离境天已毁，护佑大魏的巫族长老连街边的乞丐都不如。是你们当初毁了我和先皇的一切。朕只想问你一句话。 皇后之死，可与你有关。陛下不是早便认定了是巫族所为吗？杀死皇后的罪名，若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谁人敢担？陛下，还有一件证物，能够证明先武之死与他有关。呈上来。 撞破了你杀害我母后，你便杀了他灭口是吗？当初皇后竟然发现了我的身份，我只有杀了他灭口。我用了最残忍的毒火，让他在我面前向我翻滚求饶。那是你的皇后，可你竟然连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对，是我杀了他。 就如同你当年杀了先皇一样，住口！没错，我还诬陷西西，让你亲口下令灭了巫族，是你们联手毁了我和先皇的一切，我要让你们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今日就算我死。 你们也休想再见到西西，我已经先一步送他上路了。当初是你们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如今我也要让你们尝尝爱而不得的滋味。今日我要让你们通通陪葬！ 小心，灵儿。
杀，为了一个女人送死。秦人，四哥伤得这么重，还是请桃夭长老来看比较妥当。长老，我四哥被暗物灵力所伤，还请长老替我四哥疗伤。长老，快救救灵儿！太子。一定给朕彻查此事。是。陛下。陛下，如今先皇后与先武之死已经真相大白，陛下意将如何？此事明日朕会给你们个答复，现在朕要你无论如何也要救我灵儿的性命。陛下，灵王殿下因我而受伤，请陛下恩准，让我暂时留下来照顾他。师兄。我来这里就是想改变曾经的一切，甚至宁可忘记自己的真心，换你一世平安顺遂。我虽替巫族洗清了冤屈，但若是失去了你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
林妃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凤府休息吧。这有本宫和御医在，你大可放心。可是灵王殿下的，刚才我听说御林军在宫中发现一处地牢，里面居然有吸血长老。回吧，如果灵儿醒了，我会立刻叫人通知你的。那清晨先告退了。深仇大恨，我必定亲手讨回。